活力，得气通全身，筋涌全穴。妈，小品鼻子堵了，导致气运不畅，无法使出魔力。派出一队人前去清理。蓝冰，神经细胞升温，升温不够，加大力度，换来鼓风机。是，小七，你是不是提前把秋裤脱掉了？你说了，现在天气很容易感冒，赶紧给我穿上，别耽误上课。温度够了，障碍物开始融化。好，打开大门，准备挠痒痒，排除障碍物。一起吃吧，开始升温。温度开始升高，进行下一步。